我是不是在人质宫那儿做掉秦王，单打我不怵秦王。这个吹胡子瞪眼的人就是年仅20岁的大唐齐王李元吉，此刻他满脸的骄傲，区区一个秦王李世民不过是力素双 A 罢了，哥们儿高低给他摁倒了。大哥李建雄一摆手，不成不成，你在人质宫胡来什么，咱爹带着你们俩是出去玩的，你直接搞刺客信条大唐啊，不行不行。知道了。一转脸，李渊就带着老二老四两个儿子还有宠妃张婕妤尹德妃开心的去人质宫度假。张婕妤当场化身十万个为什么，替太子打探起了情报，为啥你出去玩不带太子。那李渊表现出了对太子十足的信任，太子在长安肯定是要监国的吧。如果二郎和四郎也在长安，我呀真不知道他们会闹成什么样子。李渊话说完，张婕妤就开始阴阳怪气起来了。齐王多精神一小伙儿，笑得可开心了，就是秦王老绷着一张脸，真不知道他想干啥。一旁尹德妃也送上助攻，对呀，陛下太子和齐王一起来，咱指定玩得老开心了，让秦王监国去。那讲话了，老李渊心里咯噔一下，对于老二这个打下天下最大的功臣和他的秦王府还需要继续的打压，那此刻的李世民在干啥呢？他也难得的享受起了兄友弟恭。该说不说呀，虽然李元吉这人不干人事，但平时也没少跟李世民混经验，所以此时在李二凤眼里，这老四还是个好弟弟。瞅着老哥出了长安就放飞了自我，社会里齐王就说了，老哥呀，我这有一匹刚从高原搞来的烈马，烈的很呐，要不要去试试？试试那就试试。一转脸，一匹枣红马就被牵了出来，李世民上下这么一打量，一眼定真，鉴定为好马。当即李世民决定今天要当一口骑士。这草原来的马确实听不懂普通话，李世民费了半天劲儿，好悬从马背上摔下来。死生有命，畜生奈何不了我。说吧，找来李武要来马鞭，这时候小老弟儿就来使坏了。小妈啊，你听见他说了骂，他说他有天命。等李世民笑呵呵的骑够了马跑去找老爹的时候，就听见李渊慢悠悠的吐出来一句话，二郎，你刚才说自己有天命。刚刚遛完马回来的李世民吓坏了，当场腿一蹬，好悬给一脚踢到小宫女身上。李世民一想，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知道他四弟李元吉的野心。元吉，刚才只和你一个人说过话，你知道我说过什么对吗？李元吉轻轻的摇头，小手一伸，老哥，我说我替你担心，你说你有天命加身。放肆！李世民瞪着这个小老弟儿，我说生死由命，这个畜生奈何不了我。瞅着李世民如此说辞，李渊也明白过味儿来了，你们刚才干啥去了？听过李世民解释刚才去驯马之后，李渊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是这样。一扭脸，李世民就找来了自己的小舅子长孙无忌讨论这咋回事。细细一思量，以前一直就觉得李元吉这人不干人事，现在发现他也想掺和皇位争夺战了，是不是？我已经在东宫和齐王府安排好自己人了。要不说小舅子靠谱呢，悄无声息的就把事情给做好了。这头李世民在安排卧底，太子和齐王的小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张婕妤摇着扇子一脸哀怨的看着窗外，就差把我不开心三个字写在脸上了。李渊赶紧问，咋回事啊爱妃？张婕妤就说了，陛下呢，你赏赐我爹的那块地被秦王赏赐给淮安王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我，37度的天手脚冰凉，这个大唐能不能耗了？他是不是看不起我父亲，看不起你老丈人呢？是他的命令管用还是你的命令管用？李渊可就不开心了，那讲话了，直接把李二凤找过来了。老李这次就一个事儿，是皇帝的赦令好使还是你秦王府的赦令管用？你得跟我唠明白了，为什么张国丈的地你给了别人？李世民也有话说呀，淮南王立功了就该有赏赐，此刻老李是一上头啥也不听了，你给我出去。等李世民悻悻的走了，老李眼睛就直直的看着裴寂，就等着裴寂就开始送秋波了。裴三这个老狐狸脸上是笑眯眯的表示，哎呀，臣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儿，我也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这时候李渊的话就很有问题了，这个孩子常年在外面领兵征战，不在我的身边，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搅坏了，已经不像是我的孩子了。那你看看，我削你兵权，调走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你要理解为父的一片苦心呢，父亲是爱你的呀。
想通了准备着实逐步铲除军工集团的老李不由得开心起来，到了晚上就开始接着奏乐接着舞了。这是大唐皇帝李渊一顿朴实无华且枯燥的晚餐，两位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喂着水果喝着小酒，兴致来了的这位老皇帝还乐意与民同乐。来来来来，那讲话了，我在长安城看我老二打了几年仗了，我享受享受不可以。老李是跳得开心，李世民心态可就血崩了。他举目一看，他大哥提防甚至想宰了他，东宫兵力都增加到2000了，他老弟联合老爹的宠妃陷害李世民，这顿饭纯纯是苦酒入喉，心作痛了。他不禁回想起大隋旗帜迎风飘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一家人多好，根本不会有360个心眼子成天算计。二大哥，你怎么不喝酒啊？父皇不是让我少喝酒吗？老李那一手抱着一个矮妃，温香软玉，心情好好，当场表态：嗨，现在天下安定，又不打仗，咱们一家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应该开心，多喝点没事。李世民头一低，可惜呀，母亲看不见了。这话一说出来，李元吉两个眼睛捕捉到了关键信息，当即就发挥特色，腾腾腾的跑去跟老爹告状。二哥说，可惜母亲看不到您现在的样子。你瞅瞅，汉语多一笔少一笔，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这李老四绝对是买了某老年主持人的哔哔哔的说话之道。这话一说，李渊是滴也不蹦，酒也不喝了，怀里的张婕妤也不香了，老兄弟也软趴趴没兴致了。你刚才说什么？李老四也不忘了添堵，二哥你可别装，你想咱妈就直说啊。气得老李呀，手都在发抖啊。你给我滚出去！父皇，我。滚！拜师！李世民头一低，老老实实的掉头走了出去。等到了晚上，老李躺在宠妃腿枕上，张婕妤就又开始上眼药了。秦王是不是把我当成苏妲己这个狐狸精了？呜呜！太子仁厚孝顺，如果陛下能够把我们托付给他，一定可以保全。老李一笑，太子也会很好的照顾你。张婕妤表示，那讲话了，太子这么年轻，一定是哪些方面都照顾得非常好。那么预知后事如何，欢迎继续关注东乐剧院，我们下期再见。